豪宅聚落松永路。松永路位于信义计划区，虽然多纯住宅，但附近有公园、绿带、学区等，且临近商业机能，可以说是政商名流聚集的地方。松永路以东多住宅，以西则是以商业区为主。实价登录揭露的第一批豪宅中，价格最贵的就是记者身后位于松永路53巷的这一栋万德领袖，不含车位换算每平价格大约167万元。事实上，松永路只有短短的700公尺，但在这700公尺之内，却有很多著名的豪宅是政商名流聚集的地方，不仅是黄金地段，更是999纯金地段。万德领袖是万德建设2004年推出的产品，包含一栋双拼大楼和10户别墅，规划68坪，在当地。